对，那是什么？就是要考验大家彼此的默契。哎呦，真的真的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为了默契，现在就要开始分队。哎呦，来来吧，所以我们分彤彤跟爱晨队吗？没有，哦，我们两个分，不用，爱晨跟你一队了，因为我不想跟你一队啊。原来这是主因哦。很巧妙的把自己跟他分开，好聪明的方式，真的。好，彤彤队，请问你要如何选择你的队员？聪明的当然会选灿哥啊。为什么？我跟他默契超好的。你要怎么证明你们默契很好？不然你考一下啊。那我出一个题目啦，好不好？看你们默契怎么样。好，棒球，王建民有，有。我连规则都没有讲，他们竟然可以异口同声的讲出来答案。哇，对，他们真的很有默契。没错，夜市，人生，既然证明他们两个是最有默契的，所以我们不能把他们放在一起。既然如此，咱们就这么分呗。彤彤队有帅哥俊雅以及可爱的道元共组一队，爱晨队有型男搭配上犀利人妻左永宁，到底哪一队是赢家？规则看完再请往下看。回合打一下下球，限时三分钟。提示者用台语说出提示，且不能说出题目中的任何字，而答题者只能用国语答题。答题最多者即获胜。默契大考验，画下重点。台语下下叫，爱晨队计时三分钟。贵贵的，谢你谢你。买物件的时阵，拢会有收据。收小弟。四个字，长长的啊，会当对的啊。很长，上面有号码。统一发票，对，答对。六块计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日本有一种狗叫狗嘴的，有拍电影。日本上有名的狗，獒犬，不是，不是啦，獒犬是哪个啦？日本上有名的狗，咖啡色的。哦，伊的皮肤甲你的衫。柴犬，答对。三二一，三二一，伫咧谁伫咧边啊？北疆地，哦，谁伫咧边？谁伫咧边？是粉红色的，粉红色的。敢那顶的有顶，有藤。哎，对对对，牵牛蛙。答对，很好，非常不错哦。勾扎勾扎，九股一剪，我是九。九大九大四只脚的动物。贵哩贵哩，不是两个哩，起码已经无啊。哦。九大九大的。讲得很清楚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僵尸。动物。动物。那无啊，勾扎无啊。赶紧啦，勾扎勾扎，九岁一九股一剪。很久以前。很凶猛，起码已经抓紧啊！恐龙，答对，恐龙，厉害！你在落雨之前，你在空中那么飞足侪，下雨的时候它在飞。在落雨之前，你常常都会看到两只，一只在快要下雨的时候，对，蝴蝶，你在飞溜等等，大只，蚊子，不是。开了后蜻蜓，蜻蜓，哎对，答对。天龙，快点，天龙无头毛的狼，两个字吗？三个字，四个字，两个字，无头毛的狼，阴暗的出来，秃头，喵，拜拜的所在，去拜拜所在，系有无头毛的狼，济公，不是。提一粒一粒的物件，讲得很清楚喽。两斤，两斤用的，提一粒一粒的物件。两斤的是轮胎，一粒一粒的。木鱼，不是一粒一粒的。和尚，不是。提什么物件？时间到，哎呀，哇！猜出来的是什么吗？念经，他拿着啊，对，拜拜收财，拜拜。无头毛的人，念经，拿着一个什么物件？几粒呗？敲木鱼的那个啊，棒槌。你就是个大棒槌，你在大棒槌是什么？
再给你三秒钟，请作答。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时间到。爱晨，请作答。猜不出来。你不是想象力很好。我是基督徒。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电视机前面观众很明显，它就是正解佛珠啊，差了一点点，不过你今天的反应很快，佛珠对不对？他们也讲得很好。爱晨队在这一回合得到的分数是五分，我觉得你今天五分已经算蛮厉害了，真的吗？真的还蛮厉害的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我们看看统统队表现如何。今天也是由你来答，对，林道远来讲台语，是，实在是不太明智的选择。今天爱晨只答对五题，对啊，赶快趁现在把差距拉开 ，OK， 好不好？在下一回合就让我们赶不上来，来吧，好，统统队台语小叫计时三分钟开始，来，哎，这是一个物件哦，贵哩，另外哩，你也要提来翕相。哦，请换人讲出其中一个字，烂透了，林道远，两个哩哦。吃的物件啊，吃落去之后吼，迄嘴齿吼，有当阵拢会乌乌。哎呦，巧克力物件，巧克力吗？一片诶。哎呦，讲得很好，一片一片的。什么东西？啊，吃落去时阵吼，咔哧咔哧安尼啦。咔哧，黑色的。当阵会乌乌。甜甜。切，姜姜诶，调咧你的嘴齿啦，一片诶啦。哇塞，海苔。哎，对，啊，这是一个运动吼，啊，你也是，你两个你，两个三个你，嘿，啊，你爱，保龄球，安怎，是，保龄球，你爱弹起来，啊，再拍出去，哦，你爱球，保龄，排球，你爱弹起来再拍出去，啊，野球吼，啊，好，请下来把球字讲出来，太烂了，林道远，到目前为止林道远没找到。嘛是哦，一个哦无头鬃的人哦，坐咧遐吼，啊，共者，有声，共者有声啦，扣起来，你爱有迄个物件啦，我有迄个物件，有，迄个物件哦，肯定坐定哦，阿姨改，木鱼，哎对，答对，很好，加油，哇，这是物件啦。起来下，啊！但是伊爱问物件。木台。不是，迄个物件，你爱提来问的，才会使下。番茄酱。才会使下哩。什么物件才会下哩？墨水。你爱问物件，才会使下哩。导游。是一个器具。导游毛笔。嘿啊！第一个你是一个动物。谁啊？鸡毛笔。什么听雷？答对，两个字吼，暗时的时阵吼，你甲点起来吼，足光的蜡烛，不是哦，灯笼，你爱先做什么物件入去？锅炸没有，大概差不多啊，没有，一更，油灯，答对，很好，哎呀，总是很好，我听的时阵吼，你爱。你要创一个物件，你形状形容一下。哎，那个你，背心。不是你要形状形容一下。等等诶。啊，你也是用毛来滴。围巾和毛来猪究竟有何关联？道远的鸡同鸭讲，统统。背心。不是你要形状形容一下。等等诶。啊，你也是用摸来滴，摸来滴，毛来，滴出啊！摸你再用摸来滴，你再，我已经你眼滚啦！好，谢你哦，四个字，谢你哦，对哦，哎呦，不要放弃，加油！它是一个成语哦，成语，对，看啊，杰郎哦，就准备。淋水的吼，阿姨，看到什么物件吼，生生就无想要淋水啊！哎呦，你看到什么物件吼，望梅止渴。十秒。有。你等50块起的。贩卖机。你等50块起的，拿些物件出来。投影机。你爱转。贩卖机，扭蛋。在最后的关头里面，他竟然答对了，好不好？有一题真的实在是神乎其技，真的是望梅止渴。你从哪里得到灵感，讲出这句成语的？看，我说看，我没有说看，也没有谐音哦。他说看，
看你就知道方式让人思考了。哎呦，阿丽你唔真高看呢，哇咧，真的猜得很好哎。有关系的成语好像也就望梅止渴，望梅止渴，很棒，很快就猜到了。我们以为那题会花最长的时间，好不好？很不错哎，统统队在第一回合总共答对了七题。默契大考验在第一回合台语现在叫目前为止是我们统统队领先，好不好？但是领先的差距并不大，后面还是有机会。我们马上进入第二回合，来第一次比一比爱承诺计时六分钟开始 ，Come on。很好，碰恰恰，哎呦，很棒！是什么样的东西会这样子转动？直升机，哎呦，很好，碰恰恰在直升机场吃披萨，答对，哎呦。哇！还有，在法廊里面。哦，还有另外一个名词，也是三个字的。理发厅不是，美容院。袋鼠在美容院吃香蕉。错，答错。哎呀，袋鼠在美容院。袋鼠，人是对的，袋鼠是对的。好，什么地方？刚才也讲对了，美容院，很好。美容院，没有什么问题，人地没问题。什么事情呢？啊，注意看了。有，袋鼠在美容院剥柚子，答对。只有人民哦，人民人。哇，下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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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孟姜女在钟表行挖地瓜。答错。好，人是对的哈，人是对的。孟姜女。孟姜女哈。刚才有你比得很好，没有错，但是手表要拿去哪里呢？换成了钱。当铺。刀麻吉，孟姜女在当铺刀麻吉，很好，快点！哎呦，什么东西？骆驼。哦，这个是什么符号？还能吃啊？薯片。骆驼太过分了！骆驼在素食店跨栏，哇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真喜欢啊！蓝色，哦，太棒了！很好，很好，最后这是什么？稻田。做什么事情？刘文正在稻田劲歌热舞。劲歌热舞，劲歌热舞啊！他后面是英文，答错。做的这件事情是英文。刘文正在稻田。刘文正是对的哈，但是还是要比啊，还是要比。哦，对，在田里面要插秧，在田里面他是答对的。稻田。什么事情是错的？刚才在稻田。什么样的手势？又又 take it out， 唱嘻哈。刘文正在稻田里面练 rap， 答对。王建明啊，哎呦，时间很不够长，没办法比。王建明在厨房里，哎呦哎呦，吃泡面，请说，作答。王建明在厨房里吃泡面，答错。来，地跟四是对的，人是错的，请看清楚哦。四个字，四个字哦。来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厨房这是对的，做什么事情是对的哦。吃泡面刚刚也答对了。什么人？
棒球裁判在厨房里吃泡面。答对。好强啊！你分的个人。叶问，金刚狼，金刚狼，金刚狼。叶问。哦，什么东西要加很多？哦，很好，很好。哎呦，给我炸开家务了。怕冰电。金刚狼在跨冰店，这有点难。跳狂野之城，答错，人跟地是对的事情错。谁？金刚狼有。金刚狼还是要比，还是要比哦。七秒钟。在跨冰店，跨冰店是没有错的。三二，跨冰店。没关系，来，时间到了哈，我们还是有你，我还是给你时间比哈。来，请看，五秒钟。开始，五秒，四秒，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时间到，给你一个提示，他这个五，你看这音乐吗？左永宁火辣性感的佛朗明哥舞，惹得爱城想入非非，让阿庞气氛跳出来。五秒钟，开始，五秒。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时间到，给你一个提示，他这个舞，哎，他跳得好，他跳得好辣，这名字，你看今天要我啦，我才在帮你，那个词很长，夏威夷舞，整个完整的答案，哎，刚刚第一个什么？你还问我呢？我问你呢？金刚狼。在厨房里面，厨房上一题，在跨冰店里面跳夏威夷舞，恭喜你答错，正确的解答跳佛朗明哥舞，爱城队今天表现得非常的好，在第二回合人地是比比得到的是六分，刚才彭彭队的表现，刚才彭彭队表现得非常的优异。今天拍出来就代表就是我们的不是很厉害的，一开始是夏威敏柱彤彤队超级加油啊，第四比比计时六分钟开始，来来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哦很好啊，很好，这个是什么地方？电动玩具间。交捧花，参加婚礼的都知道，请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？观音岛，白雪公主在电动游乐场交捧花。答对。眼镜猴。这这题比的真好。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这是一个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做什么事情？很简单。哎，眼镜猴在。请作答。眼镜猴在八仙乐园。做什么？鞋带。哎，他去那干嘛呢？答错。哇，你常去哦。眼镜猴嘛，对。眼镜猴要比，要比出来。眼镜猴。好。眼镜猴。这个地方哦。哦。什么样的人会去处理这样子的事情？眼镜猴在消防局绑鞋带。眼镜猴在消防局绑鞋带。请作答。眼镜猴在消防局绑鞋带。恭喜你答对。蜘蛛人，蜘蛛人，嘿，这个动作大家都很熟悉。在重机。什么地方？摩托车，在摩，在机车，在机车上。蜘蛛人在机车上。哎呦，哦，切什么？蜘蛛人在机车上切洋葱。请作答。蜘蛛人在机车上切洋葱。你不错。哎哎哦，长臂猿很好啊，太长臂猿在马戏团，很棒很棒，长臂猿在马戏团，我们每天出门都要做的事情，跳脱衣舞皮带啊，每天都要做的，是绑吗？你是用绑来形容吗？来，请作答，长臂猿在马戏团系皮带，答对，很好，哎呀，很好。哦，最近很有名的哦，圣雅尼，哎呦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们疲劳都会去。圣雅尼在李炳辉按摩馆。
宇辉王馆，荡秋千，请作答。真雅，你在李炳辉按摩馆荡秋千？只有李炳辉有按摩馆吗？有按摩店。虾米啊？真雅，你在荡来荡去的荡秋千，答对。就忘掉。硬要讲按摩院。陈思忠的男人，陈思忠的男人，看电影，看电影。好，什么地方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举动？好，很好。龙舟，划龙舟，请作答。陈思忠的人在，陈思忠的男人在电影院划龙舟。电影院，答错，我的错。事情是对的，事情是对的，人地是错。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水母。哦，很棒，很棒。你好像水母啊。哦，什么东西？我们在那边，我们会去看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？欸，水母在画廊划龙舟，很棒啊！水母在画龙，画龙，很棒很棒，请作答。水母在画龙，画，水母在画廊划龙舟，哈哈哈哈哈！画龙划龙舟，来变绕口令了、啊。陈为民啊，这话在，很棒。哦，陈为民在战车，三个字，战车里。哦，这个。陈为民在战车里。哦，这是一个小时候的。陈为民在坦克车，坦克车。在坦克车。奖品都出来了。钓鱼，钓鱼，钓鱼，答错。好，人是对的哈。陈为民哎，陈为民哎。陈为民啊，你好没形象啊，总统。你在坦克车嘛？坦克车，坦克车也是对，人地是对的，事情是错的，请看清楚。小时候我们去夜市都会玩。OK。哦，我在啊。陈为民在坦克车掉酒瓶。好玩的，一次50块，对，知道。对啊。哦，很好。金鱼。哎呦，这什么？我们看到在什么地方会这样子的害怕？什么地方会这么害怕？金鱼在放风筝，请作答。金鱼在游泳池放风筝。好，人事是对的，地是错的，答错。你好烂哦，李教员。金鱼是答对的。哎，金鱼什么地方？请看清楚。八，这么惊险，这么惊险的地方。放风筝，答对的。放风筝，好，来，林道远，请作答。金鱼在悬崖放风筝，在这里先恭喜你答对。好，请留步。我们发现彤彤比得很棒，尤其是眼镜猴，请再比一次。林道远，在这一回合，他们队得到的是8分。两队两回合加起来的成绩，爱城队刚才表现非常好的爱城队得到的是11分，统统队得到的是15分，恭喜我们的统统队！两队请到前面来。今天我们的默契大考验呢，非常的恭喜我们的统统队获胜。相信呢，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应该非常的有娱乐性，给自己掌声鼓励鼓励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，请你们一定要锁定我们好看的新兵进行曲。